你们退休了呀？哦，我经过这里，看到这间干妈店很可爱，就是想进来看一下。哦，谢谢。哦，你要喝什么饮料？我请客。啊，不用不用，喝水就好。再见喽，真好。好好保重，你也是，保重身体。一念，再见，再见。谢谢你陪我回来。